今天的波波没给大家，我这刚练完，给你们看看我的肌肉状态，真的，看看我这臂膀的肌肉状态，兄弟们，还是可以的。看看我这臂膀的肌肉状态，还不错，兄弟们。明天见，兄弟们，给大家一个波波，溜。Here we go again.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奶给你揪掉，还削不削钢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操！犬夜叉来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骑着狼头飞，在不在？我也不知道然后怎么办。啪！掏回来！我感觉我出拳都变快了，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回来吧你！掏回来！干啥呢？哎呦我操！小弟，站稳草根！晕！老爸教我怎么伤害别人。老爸教我怎么伤害别人。你哪有老爸？回来！爸爸溜！衣冠不整，给你走。回来！差一丝儿啊！我甚至连一步都不让停，真的，我感觉我的移动速度都变快了。哈，那没用，还是吃不着经验。只能挂机，等你挂机到八级，我们到八级了就越塔杀了。啊，这就不太公平了。斜角。哎呀，斜角一没有一个回合，还是不让吃啊！经验就不让吃，吃经验就吃不了。伤害还挺高，破败再来个啥呢？我想一想啊，这把特写好一点。回来！飞了！
谢谢二二的大火箭。谢谢二二的夏日火箭。别恐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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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技能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打把妞回来，踩一下。他也在等技能。原来你也在等技能啊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红莲攻势，刚才R2送夏日火箭，我们没有好好感谢一下啊，谢谢R2的夏日火箭，来个波波吧，谢谢。起飞了！我打不了，可惜战斧掏回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哎呀，打不了他一秒，给我来了个一飞卡，半个高地。回来，起飞了 ！W 和血战斧，看个灯，我已经杀疯了。你好，你看，如果打的分段不是很高，还有可能有粉丝能跟我们一起玩，多好！我打的高分段能有人。能有人一起玩吗？算了，那能起飞了，回来吧，和解战斧，我打不了他。逃回来，回来，又是你妹，我看你往哪走。这个妹妹剁死，这来回穿着呀，抓不着啊，这像一个泥鳅一样。喂喂，哎呀，好难啊！哪儿跑，妹妹？他们也只能逃跑，
半努力。起飞了！我一个蓄意红拳，晕！喝血！回来！我打我溜！回来！你还不给我五十？这会是做尽的个梦魇。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